个星球征服都交手给他有，给他游戏氪金，他能玩到明年。如果他办了名大赛，那奖金一定会有特斯拉，没错，就是放火他爸的那台特斯拉。根据村之前的透露，放火家族十八代都是蒙氏出身，甚至已经超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，曾经台湾是一片孤岛。直到放火家族来到之后，十大奸商都是他们家族占住的，台湾半岛上土地都是放火家族的。放火家族是这个社会爱的超人家族，会对所有人民发动资产的奉献。美国无心上将莱克阿瑟枪阵表示，如果上帝要杀了火家族的所有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上帝开枪。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直言，我曾靠放火家族征服了宇宙。根据村之前的透露，